慈悲，尊敬的雪梨镜中学会理事同仁慈悲，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啊，我们昨天呐、啊、和大前天、前天哎都在谈着。 念佛的宗旨，念佛的方向，啊，念佛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啊，昨天给诸位说了，这念佛法门、净土法门，称之为啊行道。 是跟其他法门相比下，其实念佛啊，也是大学问呐、啊。所以念佛，告诉诸位，一丁点都不枯燥，念佛不会念显的啦。 这个国福建话哈，闲啊，闲呐、啊，这个现在的年轻人，马来西亚的年轻人，一点点就闲，一点点就闲，啊，哎呀，闷，很闷的，啊，很无聊，这个叫闲。哎，你看念佛不会哦，如果我们在念佛啊，感觉到枯燥，哎。 感觉到单调，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念，不晓得怎么来用功，我们才会这样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念到啊，啊，无心无力的，好像念佛念这么久了，没有所改变。 跟诸位说，这也是我们啊，用功不当啊，不正确啦。所以啊，你看我们念佛人，是不是念佛以后啊，我们生活啊，就会一帆风顺呢？啊，我们念佛啊，念佛了。 我们就不会遇到任何的挫折、障碍、烦恼了吗？没有，我们依旧啊，跟平常人一样，跟我们没学佛之前一样啊。有没有人讲说念佛啊？还没念佛前，我们吃饭。 念佛之后吃空气的有没有？啊，没有啊，还是一样要吃餐餐啊，还是需要五谷杂粮啊，哎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并没有改变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学佛念佛了以后啊，我们一天比一天幸福，一天比一天开心呢？ 因为昨天给诸位说了，了解到这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肯接受一切的考验、障碍，我们是接受的哦。因为我们昨天给诸位说啦，一切安排皆是最好的安排。 我们念佛了，我们改变的不是四周，而是我们自己。我们提升了，啊，我们的心态、我们的思想改变了，所以我幸福、我快乐，是因为我的心态转变了。你看，还没学佛。 还没明白之前，还没念佛，哎，我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唠叨、碎碎念、怪东怪西、怪他怪你，有没有？全世界的人都怪完，哎，现在不是啦，学佛啦，念佛啦，明白啦，我们不怪任何人，因为这是因缘。 所生，我们也了解到这一件我们遇到的障碍、挫折、麻烦，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哦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世界上一切事情啊，都是缘聚缘灭的，因缘生，因缘聚就因缘生。 这样东西出来啊，它不是单靠一个条件就能够形成了，它是万元纵合而成的。好像譬如这一个戒尺，你看需要有木，这个木需要那一个什么农夫去栽种，啊，他们慢茁壮茁壮，长大啦。 哎，把它砍下来，砍下来了之后，还需要木匠。你看，这一些都是圆，它不可能马上一变啊、哦、就有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、任何障碍、任何问题，都是圆居住而造成的，不是一个，不是一条，哎。 所以我们不要怪这个怪那个怪来怪去，怪不了。我们怪谁？怪我们自己。哎，当我们面对障碍挫折的时候啊，我们只有告诉自己：我哪里修得不好？我还有欠缺在哪里？ 我们要懂得检讨啊！哎，告诉诸位哦，我们检讨哦，不是叫你自卑哦，啊，叫你啊，这个什么伤伤自己，或者是觉得了明明摆到自己最没有用，看不起自己，怪自己，啊，自暴自弃啊，不要，不是的。 我们要感恩，感恩这一个问题的出现，这一个障碍的出现，这一个事情的发生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足的地方。我常常说的，不要等到临命中才发现哦，那太迟了，那来不及了。所以现在我们。 哎，可以发现，哎，我们自己的不对，我们自己的不足，我们自己的问题，那是给我们机会呀、啊，提升跟成长啊！啊，所以面对任何事情都是好事，啊，我们都要接受，我们在当中，我们去学习，活到老。 学到老啊，啊，学不完的啊，啊，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呐、啊，不单单只是一生一世啊，我们无量劫来了，所以我们常讲啊，我们要改习气，改得完吗？改不完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净土法门会讲容易呢？ 他不必把习气断，要等你修完全部的习气，你做莲花那太迟了。哎，我们不必。我们对于我们这一些习气，我们的毛病，阿弥陀佛只要求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 这一个念头，这一个习气上来了，我们要第一时间发现啊！发现来做什么呢？将它压下去，将它压住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就用念佛这个方法。 发现到不对了，我们马上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！不要用阿弥陀佛来跟人家吵架、啊，不要因为我们的贪心，哎，我、哦、这边不懂有没有这这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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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这个、这个玩意啊？对于这个这个这个彩票有吗？买号码，这边有吗？ 这个叫什么名字呢？这边怎么称啊？豆豆啊，lotto 哦，这个叫 lotto 啊、呃，我们马来西亚叫豆豆，magnum，、欸、我们叫四个字，嗯，万字啦，我们叫万字，哎、欸，所以啊，你看我们有时候贪心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也念佛呢，你对那个 lotto 有没有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哦、啊啊、，yes。 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你看，呃，我们我们常常做这一些呢，哎，这错了，其实我们念起阿弥陀佛的时候，要将我们这一个贪给压下去，因为贪是我们的习气。哎，所以我们要懂怎么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所以。 前几天给诸位说了，我们用功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在最烦恼的时候，我们在最忙碌的时候，我们在最没有时间不得空的时候，我们该不该念佛呢？更应该念，因为不要让我们忙忙忙。第一个忙很忙，第二个忙开始什么？开始眼睛忙，看不到了。 第三个忙，心也忙掉了，啊，死掉了啦心，哎，我每天就在忙忙忙忙忙忙，嗯，好像有一首歌叫《忙忙忙》忙，哎呦，每天忙，哎，所以不要忙，啊，事务忙，忙多错，哎，《弟子规》讲的，啊，哎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不要忙。 越忙越没有时间，我们应该腾出时间来念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习惯了。所以啊，墨学常常跟这一些同学啊来问墨学的，哎，来找师傅，师傅啊，师傅啊，我今天很忙哦，我不能念哦，哦，这个星期哦，这个 school holiday 哦，我要去旅行，啊，我没有时间念，我很忙，啊，有一些呢就是嫁女儿，有没有？ 啊，是不是我要 on leave one month 啊？因为我的女儿要嫁，我要帮她办嫁妆，啊，我很忙，我不能念。咦有啊，有一些要娶媳妇儿，子要娶媳妇也忙，啊，那个要 on leave three months，啊，你看，不能 on leave 啊。在我们忙的时候啊，那无常会。 不知不觉的到来呀、啊！你在忙的时候要不要死啊？也要啊！啊，时间到了你就要走啊！所以为什么我说忙的时候你都要能够念佛？因为无常都会来啊！当我们忙啊，有一些人真的哎，在办嫁妆啊，办一办的时候。 太兴奋啦、啊，太劳碌，突然间就这样走啦，哎，所以不要啊！我们要腾出时间来。所以佛也有一句话，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的，但是我们很多人习以为常，不把它放在心里，哎，不觉得我们念佛人要用那一个，那大错特错哦。 佛说过的一切，都能够用在我们念佛人身上。要记得哦，佛教导的东西，啊，全部都要。哎，我们有听过的都要学。平常心有没有听过？哎，我们念佛人要用平常心念佛啊，不是佛期的时候我才静静念佛，佛期过后，哎呀，走走，relax，relax。Relax, Relax. 好像念佛不 relax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人真哦，有一些道场啊，他办了一场活动之后啊，他还要组织一下旅游啊，去放松。原来念佛不放松，<laughs> 你看还要特地去放松。其实我们要以平常心去对待一切。 哎，我们嫁女儿也好，娶媳妇儿也好，我们工作忙碌也好，啊，这边有没有承担啊这个 accountant 的，哎，报税的时候是最忙的。马来西亚是几时？就是从四月到七月，哎，有很多 accountant 啊，我们学会的，哎，他就讲，哎，师傅师傅，这段期间我很忙，我不能念佛，啊，我就开始脱鞋。 哈哈、啊，你看我很坏，我拖鞋，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啊，所以现在没有了，不敢请假，没有请假了，同样可以念，你看一年两年下来习惯了，在最忙的时候也可以念佛，因为最忙的时候也可能会走，你就可以提出来这个念佛，哎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念佛跟我们的生活啊。 融入在一起，所以这几天下来，我们都在讨论念佛，哎，都针对这个念佛。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一万个只有一两个往生吗？因为啊，这个最后的总结 conclusion 啊，OK 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念佛人啊。 念佛归念佛，生活归生活了。现在的人把念佛跟生活分开了，所以我们成就不了。原本是应当将这个生活变成念佛，念佛就是生活，哎。 是融入在一起的，密不可分的，哎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把它分开了，所以头一天啊，给诸位说了，我一天念佛两万声、三万声，我能往生吗？肯定往生吗？不一定哦，啊，第一天就给诸位说了，不一定，为什么？如果你念佛，你两万声。 早上四点钟起来念一万声，晚上你再念一万声，那也不管用。为什么？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你早上念两个小时，晚上念两个小时，这样当中的二十个小时，你做什么？我们干啥了？啊、呃，我们在干什么？哎。 这个就是不明白呀、啊！我们念佛的意义啊，我们人生的真相。哎，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以后东东锵，我们的神思是怎么走的？是怎么去的？大家了解这个问题吗？ 一定要知道哦！如果你不知道，我们就念佛念不出来，我们用功用不出来，所以会变成念佛归念佛，生活归生活。哎，告诉诸位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俗语常说的一句话，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听过“盖棺论定”，有听过吗？啊？ 应该资深一点的，不敢讲老了哦，资深一点的都有听过，啊，什么意思是盖棺论定呢？就是一个人假不了，当他死的时候哦，就全部报告成绩出来了。哎，有一些人真的啊，天天拿着念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。 当他往生的时候啊，眼睛开开，嘴巴开开，全身顶靠靠，啊，硬绷绷的啦，啊，这个往生的时候的内相啊，死的内相都不好，哎，都不好看，哎，不殊胜，啊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，啊，这之前拿、啊、着念珠啊，天天阿弥陀佛，哎，天天嘴里呀、啊、讲的都是佛法，啊。 都是一派胡言，骗人的，哎，所以这个就是盖棺论定了。你往生的时候做不了假，有没有能够有一个有这个功夫的？我要死也要死到假假，很美这样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哎，所以这个叫盖棺论定。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的神是出来。 我们的灵魂呐、啊，神识就是灵魂哦。灵魂离开我们这个躯体，这怎么随着哪里去呢？飘向哪里呢？佛陀告诉我们：以业随迁，就是以我们的业。业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业绩。做生意的就知道，哇，一个月要拼多少，这个就是我的业绩啊。你拼出来的成绩，哎。 所以啊，我们以业随迁，就是我们今生今世，你造作最多的那一个业，他就会牵你走了，就以那一个来带你。好像譬如我们从小到大学佛了以后，到老老到死，我们做最多的是贪，这个贪业就会出来。 出来了之后，他就会带我们到哪里去？贪堕恶鬼，我们去到恶鬼道去啦。所以我们的神事不是说你要去拿你自己喜欢哦，还可以去订宽带，还是要做 A A 车、ia, 马航、啊？不哦，没有 pre booking 哦，online 我去 book 哦、啊，不哦，没有哦。 你自己这一生造作最重的那个业，它自然蹦出来。啊，做最多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我们要去 calculate。所以我是教数学的，我会常常在那边算，一天二十四个小时，你看我们做四个小时的功课哦，早上两个小时念一万声，晚上两个小时念一万声。 我们一天 twenty four hours 只是占四个小时，还有二十个小时我们做什么？你觉得是四个小时的业比较重，还是二十个小时的业比较重？看 p o t i o n ratio 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往生的时候会跟四还是跟二十？肯定是二十啊。 我们做很多啊！如果当天呢、啊，二十个小时，我们都还是在那边贪嗔吃慢疑，完蛋。所以怪不得李老师给我们讲啊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，不要以为你念佛了就改变哦，因为我们不会念。哎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说了。 二十万、三十、三十万，哎，在三十、二十千、三十千、两万升三万升五万升七万升十万升符号未必能够往生，看你怎么念，哎，所以在我们一天里头啊，我们的念佛有没有能够相续？所以我们念佛有没有符合？ 老和尚给我们讲的那三个不：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有没有做到？所以你看，他都还有很多很多的 condition，我们必须要去符合的。这个念佛，哎，所以有一些人真的，他我们办这个一万声念佛符号啊。 哎，他念完了一万声啊！今天早上四点起来念，念完一一万声，六点哦，放下，yes，happy hours，、哦、没有用啦，真的没有用啦，哎，所以我跟他讲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应该念五万声，因为没有 happy hours，了不是说你把你的功课做完了，我很开心了，原来念佛这么痛苦的，啊、呃，你看，你想想看。 哎，所以不是这样的啦。所以记得，我们往生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神是去哪里？全部都是我们一天每一天的造作累积下来的。你做的最多的这一个东西，这个结业，这个业就会牵我们走，所以骗不了人的哦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呐、啊，身上哎，如果有读《太上感应篇》的，就知道啊，啊，有两位神明在我们左右啊，记录一个是善，一个是恶的。等下过后他就会结账啊，到最后我们在那边这样子啊，他就哎要 closing account 了啊，debit and credit，从、哦、我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啊，list 出来。 做做 balancing，啊，看这一次是 debit 多还是 credit 多，哎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、啊，哎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，佛法就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可以去体会的。连做 account，你看我们都可以吼，啊，都可以把它讲成佛法的。所以我们能不能看戏呢？可以。 给年轻人，他们要看戏，但是看戏了之后，要知道那一套戏给的意义是什么，它能传输出来的这一个含义是什么？无论好坏哟，坏的提醒我们不能这么做，啊，好的呢，我们要学习，哎，所以都是好。哎，所以我们开始学佛啊，我们不要执着。 昨天你给诸位说了，你看我们念佛人出了三个不哦，我每一天丢一点点，丢一点点哦，学一点点，哎，你看我们还讲到了，我们学佛原本学佛，为什么我们会迷惑颠倒变成凡夫？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我们学佛了，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给。 放下，看淡，啊，不要学佛了以后啊，我们还比没学佛之前执着，哎，执着什么呢？执着很多佛的这一些仪轨呀、啊、仪礼呀、啊、等等，哎，所以我们不要啊，我们不要老和尚想的，哎。 不要学佛以后啊，我们一切东西都没改变，我们只是什么换对象，这个是错的哦，啊，我们很多很多人都是如此，我们学到我们自己都不懂，啊，有可能以前我们的执着、我们的爱好是什么，我们的贪是什么？哎，我们的贪是 LV b 包，有没有？哎。 啊，几 K 几 K 的钻石有没有？啊，以前没学佛之前，现在学学佛了，你肯大声的跟你的同修、同参道友全部讲，你看我以前极喜欢 LV，我都不要了，我这个也没有了，那个也没有了，你改变了，真的改变了，但是你换对象。 现在看到一个新的念佛机啊，家里面有念佛机了，跟他关掉，switch off，拿新的，lv back 变成念佛机，真的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换对象罢了吗？你还是一样在贪啊？不需要的，我们都把它全部收收收收收回家，拿回家。 所以，我们净众学会啊，有一个很大的烦恼。什么烦恼呢？因为我们法宝都是免费的，但是烦恼来了，几时烦恼？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啦。我们马来西亚一般上都有这个烦恼，尤其是新年的时候。诶，新年什么知道吗？因为新年前一定要做什么？大扫除。 所以好多好多法宝啊！你看那一些同学请回去的啊，有一些原封不动啊，连包装都还没开。他大扫除就觉得很定的，知道什么是定的吗？多余了，阻碍地方。哎，他全部放在箱里面啊，拿回来进中学会呀、啊，来环保。 嗯，所以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烦恼，有一些真的，我们不收了，我们那边已经贴住，我们不接受任何的法宝回回收，哎，但是他们怎样呢？噔噔噔噔，嗯，噔噔噔噔，有一些十十二点多一点晚上，没有人了吗？放在佛堂的门口，幸好有 CCTV。 呃，我们有 CCTV 的，哎，然后我们中出来，然后放晚的。哦，这个人，什么东西都佛像都拿来，啊，那个佛像啊，整个黄黄了，哎，他要换新的嘛，啊，他就请回来，哎，所以你看，这都是什么他哪？ 哪一大堆，有一些都没有听的。我们甚至于真的收过一个箱子里面啊，同样一种法宝两三遍的，他不是哪一个哦，哎，同样一个呆的他拿两三个，所以第一个开过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没有开的，全部放住。哎，我们就看到，哎呦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 所以老和尚为什么在讲席当中跟我们讲？我们学佛了，我们的这一些习气毛病哦，贪嗔痴慢疑哦，告诉你，不是换对象哦，换对象没用哦。啊，以前贪什么？贪世俗上的享乐、名牌，现在不是，现在贪佛这个佛法，贪法宝。哎，这个也错，这大错特错。 哎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哦。所以你看，念佛是不是很多东西要学？不单单只是念佛。为什么很多人讲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我念十几年了，没有为什么没有成绩的啊、呃，没有显着的看到改变的？”你就知道了，你有没有真的在念佛？你的念佛啊，只有口念呐、啊。 哎，像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五啦，法会啊！我们一个星期，今到今天为止，你们还很不错，哎，都没有听到阿杜的声音，呃、阿杜知道谁吗？新加坡的歌星啦、啊，他唱歌，他的那个嗓音啊，有一点烟嗓，烟嗓就是超超粗粗的啦，哎啊啊，啊，这样子的，哎。 哎，你们念了这么多天了呢，今天第六天呐、啊，我还没有听到“师傅阿弥陀佛”不见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十天念两场，星期六、星期日大家都失声不见了哦，用用来喊的，哎，需要吗？不需要啦，吼，不需要，真的不需要。哎，我们念佛不是这样念的。 要知道哦，念佛不是念给别人听的，所以我们在念佛堂里面，我们打佛七的时候啊，常常跟大众啊，哎，啊教导到，哎，我们念佛啊，我们的声音是什么？念出来给自己听得到就好了，然后从我们的耳朵听进去，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去，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啊，那就叫什么？ 色心，这个色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能够把你的心色受回来，抓回来，啊，就是当下的心。哎，这个色心就在当下，活在当下。哎，所以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所以我们学佛不要什么，不要换对象哦。 所以自己检讨一下，我们念佛这么多年了，哎，我有换对象了吗？啊，我以前喜欢这个，现在我不喜欢了，我放下了，哇，very good。但是你有没有再起另外一个？啊，啊，以前我们还没素食之前，我们喜欢吃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现在你看我们素食了、这个，这个、这个、那个、那个都不能吃了，有没有我们在素食里面还？ 多加了要求，哎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哦，可以自己去关照的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不要把佛，不要把念佛跟我们的生活分开。这就是我们末法时期为什么成就这么少。我们已经生活归生活了。 哎，哎，念佛归念佛，学佛归学佛，很多人都没有把它融入进自己的生活里面。我们念佛人，哎，几时念佛来道场活动念佛？哎，我们雪梨净宗学会啊，每一个星期都有共修，只有共修那一天来念，其他没有念了，哎。 啊，我们来到道场啊，我们吃饭前我们才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其他天呐、啊，我们在公司里面呐、啊，我们在跟 family 一起用餐啊，我们都没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没有了。这个给诸位讲过了，哎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，变成习惯，这个很重要，哎。 那我们念佛的秘诀在哪里？我们要成功在哪里？时时刻刻不要把阿弥陀佛忘掉。跟诸位说，我们常常欺骗自己，哎，我们很会骗自己的哦，都会觉得自己啊，哪位？ 我那里有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在我心间，哇！你看，呃，我做什么都是阿弥陀佛的。有一样东西哦，平常你在家里面早上起来之后啊，你要吃早餐，有没有念阿弥陀佛？很多人没忘记念的，他吃了两口，哇，很好吃，吃好了才知哦，忘记念阿弥陀佛了哦，啊，真的看到食物了。 美食当前，经不起这个诱惑，哎哎，起来！我、哦、看到猫山王有没有？嗯、啊、嗯，我讲的哇，很香哇！快点 test 一下，有没有念？没有啊，忘了。所以凡是我们要吃东西，你吃这一个零食也好，你开一包零食哇，这个 pot, potato c h i 气死哇！要要开始这。 念佛心，凡是要吃东西，你念师生才念吃，做一种习惯啊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忘记啊。好像我们到公司去啊，今天要开 meeting 哇，很匆忙，准备发啊资料啊，忘记了哦，忘记念佛了哦，也忘记啊，很多东西。 哎，我们会在我们生活中啊，能够察觉的，所以我讲不要骗自己哦。我们呢、啊，时时刻刻啊，很容易把佛放到天边，哎，真的放到远远的，我们望到一干二净的，哎，那、啊、需要的时候啊，啊，我们就会把它抓来了，哎，真的。 有需要，我们有要利用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把阿弥陀佛做来，啊，当我们没有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放了，真的，啊，有一些同学啊，来找师父啊，跟他说：“师父，我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人生真的是苦，怎么呢？因为跟老公吵架。”哎，所以啊。 吵架的时候，你看呐、啊，他天天来佛堂报道啊，很勤劳，做早课、晚课，来做义工，扫地、清理厨房，来扫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洗厕所。嗯，等下过后看了，咦，怎么两三个月不在啊？一看哦，原来二月十四号情人节。 因为收到老公给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啊，然后买了机票去马尔代夫，去度蜜月哦，把佛忘记了，把佛堂也忘记了。凡是我们在顺境当中，所以我们常讲的，在顺境里面就会淘汰人。 你不要以为你顺境好哦，啊、uh,！所以，我们学佛不求一帆风顺。其实我刚才也给诸位说了，每一次面对问题、烦恼、考验的时候，都是我们成长的点、机会。我们越面对越多，我们就能够发现到我们的毛病习气在哪里。 每一样东西，每一个不好的发生的，都是一切唯心造。不要怪外面的，外面的只是配角。你要知道，只是配角啦，好像我们演戏这样哦。他们是 k e l 飞来帮我们演出这一套戏的人。真正的主角是谁？主角是谁？我们呐、啊，谁是导演？我们呐、啊。 谁是编剧？我们呐、啊，都是我们自己在自导自编自演的，都是我的问题，哎，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从当中去提升，啊，以后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就必须要改过怎样怎样的毛病。 它是一朝一日这样点点滴滴慢慢累积蹦出来的啦，哎，造成的啦，所以我们要改过啊，哎，不要顺境。我们学佛，如果啊你一开始学佛啊，都是走的很好很顺，那我们没有成长的机会了，你会往着啊这一个什么？ 共高我慢这一条路去了，啊，久而久之啊，人家讲到，哎呀，我念佛啊，面对这样，你就是不好好念，啊，你看这一句话出来哈、哦，你就是共高我慢了，啊，你看我，啊，以前呐、啊，我只是坐小五辆车，现在我已经加 B M 了喽，啊，你看，还那边炫耀，所以这个不好哦。 哎，所以我们在顺境当中啊，就会淘汰别人，就会淘汰人呐、啊。所以老和尚给我们讲啊，我们在同修当中哈、哦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哎，所以为什么墨学会是坏人？啊，墨学为什么这张嘴很坏？哎，因为老和尚教我们了。 来到你面前，常常来赞叹你的哈，告诉你，这个人，我们一定要回避，啊，这个人不存好心，哎，这个人呐、啊，是想把一脚啊，我把我们踢入地狱里面去的，这一些人来赞叹你的。 啊，譬如你唱阿弥、啊、陀佛，哇，他也唱，你的声音很好听呢。啊，这个就是赞叹，你就嗯，啊，这个要来替我了，你要警惕自己哦。啊，他是无声无色，你在很开心很快乐的掉入地狱，呵呵呵就是这样啦、啊。所以我们不要，我们真正的。 我们讲啊，我们的善知识，哎，真正的好的同参道友啊，不用说鼓励的话，不要讲赞叹的话，啊，所以啊，我在佛堂为什么我会讲我的嘴很坏？我不会赞叹任何人，啊，凡是赞叹的给派克了，给变扭，啊，就会走形。 走样？啊，因为这个我慢来啦，啊，骄傲啦，啊，等等的啦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行。所以啊，普贤十大愿望里面，啊，你看礼敬诸佛，一切人我们都必须礼敬。但是呢，称赞有没有每一个都要称赞呢？没有，称赞如来罢了。 如来是佛性，哎，真实的我们才称赞，哎，啊，不要他做一点点，哎呀，你煮的很好吃，啊，没有，啊，所以有一些真的，那些香积菩萨煮了之后，看师傅在那边吃哦，特地走来走去，啊，怎么呢？知道要等师傅开口赞叹呐、啊。 哦，你煮的很好吃，啊、uh,，我心里面就想等噶姑，等久久啦。哎 <laughs>，你看我是不是坏，很坏的，啊、uh,，所以不要，所以赞叹你的人，啊、uh,，我们跟诸佛菩萨比呀、啊，是真的差了一大截，啊、uh,，差很多。 我们不值得被人称赞，啊！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啊，为什么很多都有很大的问题呢？因为爱的教育，因为称赞的教育，害死他们了。在莫学手上啊，至少有五六位了，哎。 来见莫学的，大学一毕业啊，就患上了忧郁症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考察之下，他从小学到大学啊，都是优秀生，都是成绩非常好的，拿着奖学金毕业的。 怎么知道一去到公司做工啊？给同事、给老板、给客户呵斥、骂啦，受不了了，真的受不了！因为他从小到大都在战痛当中成长的，所以这些小孩很可怜呐、啊。所以我们以前哪里有？ 啊，我们我这个年代的哈，不可以讲我的年龄了，哈，秘密，啊，所以大家看就可以知道嘞，哎，秘密，啊，但是讲出来这种生活很很少了，现在很少有这样的生活，哎，告诉诸位哦，哎，我们以前呐、啊，只要啊一说错话，我们的神都还没回过来呀、啊，我们就啪。 五巴掌有没有？这这个就来了啦，还什么爱的教育？哎，所以我们从小啊的生活都是这样被骂的。我们做到很好，父母亲会不会赞叹我们？也不会的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做的好的这一些呢，就是你应该做的。譬如我们。 做家务，我们料理、扫地也好，抹地也好，煮饭也好，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本分。你本分做好，不用赞叹，哎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做错，或者是我们做的不到位，我们就不好孤立啊，父母就骂了，哎，就打了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？ 那个是教育我们，任何东西都做东西都不可以马虎，哎，不能够啊，哎，这个福建话，轻轻菜菜，啊，马马虎虎的啦，随随便便，这样很多年轻人做东西都是什么表面功夫，哎，你叫他扫地啊，他扫给你，他全部扫扫完了之后呢，你看，椅子下还有垃圾的。 他至少看得到的，哎，里面边边角角都没有了，哎，都是这样啊，很多很会做表面，哎，我们不要的，我们不可以的，人从小就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到社会去啊，给人家骂的时候，我们什么习以为常，不会觉得哦，so surprise，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这么这样凶的？没有啊。 父母亲都是这个撵了咯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恩我们的父母啊。所以，但是现在啊，哎呀，小小而已，我们就讲啊，我们要保护他的自尊心啊。你自己不去糟蹋他，去成长他，去磨练他，将来就被社会教育。所以这一些孩子，你看。 他读大学出来了，很优秀，master 嘞。他去工作啊，两个月就开始幻听、精神恍惚啊。现在呢，吃药，待在家里面给爸爸养，不能做工了。你看糟不糟糕？非常糟糕啊！所以不要赞叹。 所以我们在佛堂里面，我做任何东西呢，都是应当的。我做最好、最圆满，也不需要人家赞叹，因为这是我的本分。诶，这个是以前父母教给我们的啊。我们做对是应该的，啊，做错是应该被骂的。所以，我们当做错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讲：“哎呀，我做这样好的时候也没有赞叹，我做错一点点就在骂。”做错就应当要骂。 你才能进步啊，而我们才能够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呀、啊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呀、啊，这才是健康的啊。这样我们去到哪里呢？如果我们的小孩是这样哦，我以后我们的孩子啊，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可以把心放下，一百八先放下，来念佛了。 因为他可以自己成长，他去到哪里都能够茁壮成长，丢到哪里哪一个地方最条件最差的，他还是可以成长，因为他能够适应。啊，我们要能够做到这样哦，训练我们的孩子哦，二十一岁里面，哎，还没有超过二十一岁，二十一岁他已经是顶壳壳了，不能够在，好像那个。 面粉有没有？哎，面粉啊，你搓它的时候啊，是很软的哦。不要等它硬了，你要来搓很难了。哎，所以我们要趁小，你就要搓，哎，搓它搓它，啊，给他以后出到社会，无论面对什么问题、什么人、什么人群，他都能够融入，都不会有隔阂排斥，哎，不习惯。 哎，因为我们人啊是活在社会当中的啊，我们不能够单独的啊，哎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好像大家你看，都是从国外来到这一边，哎，啊，大家生存都很好啊，因为要感恩我们的父母啊。我们从小啊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啊。有可能啊，大家都会认为。 哇，以前的生活苦咯，现在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这样提升过来的。诶、哎，为什么现在会好？都是修来的哦。佛法告诉我们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不会讲说哦，应该就是这样，没有应该啦。 就是你一点一滴走过来的脚步修出来的，啊，做出来的啦，啊，缔造出来的，啊，有没有有一些人在自己的这一个祖国，哎，祖国不一定是中国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自己的国家来到这一边呢 l 落灰的，有没还是有的，啊，活得比以前在自己祖国还。 困难有吗？也有，哎，都有的啊，因为他们不懂得做。我们同样念佛一样的，哎，我们念佛为什么有一些念佛啊改变人生了呀？啊，啊，改变我们自己的际遇，改变我们的这一个什么啊面对的境界等等，啊，但是有一些念佛人啊，越念越糟糕啊，念到啊。 整家人，啊，没有一个跟他为敌的，啊，都是敌人呐、啊，啊，都被讨厌的、啊，有吗？也有哦，啊，念佛人也有这样子哦，哎，所以不要，我们念佛人啊，要给人家感受到一点，就是什么，哎，感受到啊，我们是和蔼可亲的。 啊，我们是很容易相处的，因为释迦牟尼佛，你看到全世界去传的法，佛教到全世界啊，各个到日本有日本样，到中国有中国样，到美国有美国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到这一个小镇国家的泰国，你看泰国尖尖的面，啊，他都可以融入。 我们的老师能够融入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融入？哎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啦。所以我们去到哪里都可以，都跟人家 friend，我们没有分别，哎，我们没有执着，这才是真正的学佛念佛人的好样子啦。所以我们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，跟十大宗教有没有排斥？ 有没有对立？没有，啊、呃，大家都相相亲相爱，好像一家人。哎，我们真正学佛就是这样啦，啊，不要有这个门派门户之见、啊，啊，我们跟其他的宗教，或者是乃至于我们自己本身佛教里面的不同宗派，我们都要很和和。 哎，所以墨学啊，在马来西亚，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啊，跟慈济、跟法鼓、跟佛光啊，跟这一些其他宗派的哎禅修密宗都保持很好的关系啊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这一个机遇，我。 昨天给诸位讲了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啊，这一个悟性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呢，他们修学的法门都可以适合他们，能够让他们成功的。所以，我们老和尚曾经在讲席当中都给我们说过了，哎，我们呐、啊，哎，老和尚讲的，他讲，哎，为什么你说禅这么好？ 啊！人家问我们老和尚讲啊，哎，修禅，那老和尚讲好啊，修禅好啊。为什怎么这样好？你不要修呢？因为我不是这个根基，我们要自己认识自己。这一个修禅的都要啊，上以上的啊，上上的啊，这一些等级的人呐、啊，善根呐、啊，才能够啊。 啊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下下的，哎，我如果要以这个修禅来成就佛果哈，不晓得百万人中啊，我们有没有一份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们的根器关系，哎，所以我们自己认了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来念佛就好了，啊。 那念佛，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就有机会肯定做佛。哎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一个，啊，我不选择那一个，因为知道自己的根基，啊，自己的 level 啦、啊。我们讲啊，要懂自己的 level。哎，很多人，好像我们的小孩也一样，我不晓得你们学校现在的。 澳洲的学校有没有像我们以前啊？我们马来西亚的学校啊，我们有分优质班、特优班，然后有这个普通班和差班，有吗？啊，都有哦。哎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啊，如果他的 level 不到，你不要把他丢进去优质班、特优班，会受 block 啦。不要啊！哎，不要强迫强逼，哎。 所以哪一个 level 就去哪一个适合他的，都能够成就。所以我跟诸位说了，哎，墨学的学生啊，好几个这个博士啊，都是后面班的学生啊，读到博士的前面班的天博，啊、呃，没没有没有看到几个，有啦，几个 doctor 啦，那个是真的的 doctor 啦，读医学的嘛，哎。 啊，如果是 philosophy 的，是没有啦。呵呵哎，这个这个这个博士的是没有啦，博士也叫 doctor 嘛，哦，很乱哦，不知道哪一个 doctor。哎，所以真正 doctor 的有啦，啊，都都有十多位啊。哎，这个因为读 science 嘛，啊，读前面班都是 science，哎，然后读出来了就是做医生，哎，啊都有啊，但是呢，嗯。 要考到博士就没有啦，啊，只是医生而已啦，哎，所以不用怕啦，哪一个都可以成就，要最重要的适合他的根基，哎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净土法门呐、啊，给诸位讲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怎么来念。 念佛的原理原则，这几天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，都是念佛必须居住的，我们忽略了的，我们不把它当成是念佛，其实这就是念佛应该要有的。譬如说三个不，我们要有，我们要达到这一个方向、这个目标、这个宗旨。 哎，然后呢？我们很多人啊，又将这个佛法迷信化了。什么叫迷信化？有同学哦来问师傅哦，啊，在我们道场不是你们呐、啊，你相信你们不会了哦。哎，他讲：哎呀，师傅啊，我身体哦很不健康，常常生病。 可以要求师傅啊帮忙写一个消灾牌位吗？嗯，消灾牌位是什么啊？这种的红红的，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？这种、这种、这种呃、啊、思想呢？啊，你身体不好，哎呀，你要放一个啊，希望念佛回向，给我身体健康起来，我要脱鞋了。 呃，告诉诸位，所以我们做很多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思考。所以三会啊，我们有三学三会，三学界定会，三会呢就是什么文思修，哎，这些都是啊佛教的哦，所以不离开哦。 所以我们念佛啊，这些我们都要懂。怎么我会懂呢？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都有。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一门深入，我们是半桶水。所以你就看来看去，琢来琢去，我们还有很多分别。这个不用我们修的，这个我们不用看。哎，我们是这样啊。 因为半桶水呀、啊，所以我们念来念去，念来念去，修来修去，修不出一个所以然，成就不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要懂得思考，啊，这个红红的牌位，黄黄的牌位，释迦牟尼佛当年有吗？所以是不是印证了我们？ 那一天给大大家讲的，前几天给大家讲的，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好像专做佛陀没教的，我们做啊写到一大堆，所以那个身体不好啊，来讲啊，师傅我要上一个牌位啊，哦身体不好就是上牌位呵呵，就是写一个红色纸给他，写了就会好吗？不要迷。 身体健康强壮怎么来的？修什么？无微不施而来的。他一定有他的因，才有这个果。我们常常让人家心不安，我们去杀害众生，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呐、啊、体弱多病。 哎，我们杀生做多啊，身体不好的啊。你去看卖宰屠屠猪的、屠羊的，你去看他们那一些人的脸色哦，你一看就看得出了。哎，而且大多数是身体都垮掉的，杀生做多的身体一定不好。哎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什么？ 无微不施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教导我们的，不是写红红的。帮我立一个牌位，立了也没用啦。这个立是要给我们什么提醒啊？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，立了之后，你就要常来哦，来做功课哦，来念佛哦，哎。 如果力了没有来，没有用哦。同样的，这只是要教我们提醒我们罢了。哎，不要一力了之后，哎呀，别人帮我回向，我可以去 shopping mall 走了，我就可以很健康了。没有这样的事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哦。如果有的话，如果有啦哦，啊，跟我讲了、哦。 啊，我要 test 一下，这个叫什么呢？个人吃饭，个人饱吗？对不对？今天我肚子饿，我叫哎，帮我吃，你吃两碗，我就会饱了，有没有可能？你会越来越饿啦。看到哇，他吃这样多，呵呵对不对？哎，我我们坐在旁边，我肚子饿，我帮你吃，可以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记得哦，不要迷。 哎，这个都是迷，慢慢我们会变得很迷了。所以啊，墨雪在华严经中学会马来西亚的道一个道场，哎，他每一场啊，这个佛山善事系列啊，都邀请墨雪啊。今年呐、啊，今年开始，去年就开始了，到今年，哎，所以啊，我都跟他们讲了，其实墨雪啊，就是师傅看到的。 第一个变质最快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。现在呀、啊，变到不像样，真的变到很不像样子了啦！哎，越走越歪，越走越迷，哎，就不能啊！我们念佛人不能这样啊，尤其我们是净中学会，我们是。 上进下空，老和尚坐下学习的学生啊，哎，所以我们老和尚六十二年来每一天经教不断，我们听经听去哪里了？哎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的，不要迷，哎，我们念佛人不要迷。所以我第一天就跟诸位说了，我们念佛，我们没有时间念。 佛会惩罚我们吗？不会。啊，佛会来弄我们吗？不会。佛是不会的。哎，弄我们的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啦，啊，讲不好听叫妖魔鬼怪啦，讲好听就是众神灵，啊，有缘的神灵，他来干扰我们。 佛是不会的，哎，记得哦，啊，然后呢？你看，我们学很多的，很多人念佛人呐、啊。你看，我们需不需要知道是圣地、苦集灭道？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啊，有一些是有，是因为有去其他道场学过哦，有听过啊。八正道有吗？啊，我们念佛人需不需要？ 要啊，啊还是不要？因为刚才莫学又讲了吗？哈啊，佛陀教的一切，我们念佛人都需要的，没有例外的哦。因为我们的老师也是一样，是释迦牟尼佛哦。哎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教的的都是要的，都需要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佛念佛人，我们念佛人。 也需要四圣地八正道，哎，也是需要三十七道平这些都是小乘学的哦，小乘经典里面的，我们需要吗？也要，怎么知道？我们念《阿弥陀经》就有了，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、三十七道平如果不需要，为什么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会有出现？ 不要把那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是阿弥陀佛给你出资哦，五五七八，也再一个违理，不要哦，就可以去买 lotto 啥你们的哎，five five seven e i t 哇这个 on 啊，哎不是哦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哎，我们要明白。 所以佛所教导的，无论是大乘、小乘经论里面的这一些，我们总归起来，他整部《大藏经》里面的点点滴滴啊，都是教我们趋向成佛的道路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念佛人一定要深入五经里面其中一部就好了？无论你是《阿弥陀经》也可以，《无量寿经》也可以，你才知道佛教什么。 我们念佛人除了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心在一天当中二十四小时，我们该怎么来用？怎么来使我们这一颗心？啊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思维？怎么样的做法？想法、看法，哎，这一些都需要。啊，你单单一个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没用的，我们。 现在的人因为不老实了，所以我们成就不了。以前的人真的是，我的奶奶，她是怎么样的呢？真的是脚踏实地的。啊，他念佛人呢？他是念佛的呢？他就是念佛罢了，其他什么也不做的，啊，跟人家吵架也不做的。 跟跟人家理论，人家冤枉他，他也让。他讲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念佛罢了，啊，最怕就是没有的念佛，哎，就是这样。他们能够做到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们不能。所以啊，印光大师的道场啊，以前没讲经教学的，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佛七，天天念佛。 现在可以吗？不能。现在天天这些念佛啊、念佛到全部啊，啊，都是什么怪力乱神？等下每一个人都被附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态不对。现在的人不老实了。你看，现在我们一念念一下子啊，我们就讲这俩。来，我要看，我要看莲花。以前的人那里，他念佛，他没有想要看莲花。 现在的人呢，念不到几次，我要有感应呢。嗯，我好像没有什么消息的。哎，所以现在啊，我们念佛人呐、啊，很多啊，古里精怪的都有，啊，乱七八糟的，啊。其实我们老和尚给我们讲啊，我们念佛人呐、啊，念佛法门呐、啊，是最稳当的。 不会走火入魔的，但是为什么很多现在还会会有心态不对、思想不对？哎，感召而来的，这是感召的，因为喜欢这种啊啊，那我们。 一出去外面啊，如果有一个人讲啊，有刚才我念佛的时候，我嗅到一个很香的味道，哇！一群人全部围过来听呀、啊，哎，怎样怎样怎样？哦，你看我们的脸都写着什么？一个“霸”字。上次是苦哦，现在是霸，很霸的，很喜欢讲这些谈玄说妙的东西呀、啊。有没有,有没有,有这样子啊？啊，你看。 不走火入魔也假，哎，我们就是喜欢感应，哎，喜欢谈玄说妙，所以搞成啊，整个我讲了，念佛法门很快，第一个就会走歪掉了的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魔王波旬特地要来捣乱，因为他知道这个法门能够持续在末法救度众生，不让他继续了。 所以他特地来干扰我们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知道佛菩萨会给我们怎样，不会给我们什么，哎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佛菩萨决定不讲神通，哎，没有神通啊。 有也是没有，哎，跟诸位说，哎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因为我们啊是富有受戒的，我们受过三藏大戒的都知道，哎，我们戒条里面都明文规定啊，啊，用神通的非我的学生啊，就是佛陀讲啊，不是我的学生，你看到。 出去，我不承认你，啊，你永远做不了我的学生，啊，不不讲神通。但是现在很多很多师傅啊，越多人崇拜的，就是越有神通的。我师傅他肯定呢，啊，他他我还没有去到哦，哎，他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，哎，你看，给大家很崇拜，因为他的神通。 啊，他帮我化解，帮我做什么做什么？告诉诸位，如果神通能够真正成就的话，目见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哦。目见连尊者是怎么死的呢？是被人家杀死的，砍死的。啊，为什么会被砍死？是因为他过去生中的这一个业。 他必须遭受啊，好像是五百世，五百世要这样恨死的。他最后一次是目犍连尊者，也是逃不过这个。他神通第一嘞，还是抵不过因果。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通有用吗？没用的。神通现在来讲，可以帮你缓一点。 啊，他能够帮助的就是什么？把它 postpone，他要发生的，跟他按住，哎，推后面一点而已。他真正能够解决到吗？解决不了，他还是会回来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佛陀也有教我们神通哦，什么嘞？我们能够彻底把它解决呢？怎样解决？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改变自己的思想。 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造呢这个恶的因，种下去了，果报就不会现前，它永远就 postpone，停在那边停着了。哎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哦，我们要明白哦，所以为什么这一个东西，他就讲，哎，这边有没有风水的啊？看风水，有吗？在澳洲有没有人看风水的？ 有啦哈、哦，啊，看命的有没有？算命的也有啦哈、哦。哎，我们马来西亚很杂的都有。哎，你看看命、看风水的告告诉你，哎，这个风水一看了啊，告诉你，你每一年都要看，不单单是每一年，你有可能每三个月、半年你就要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地球是在转的。 他的方方位全部一直在改变的，哎，啊，所以今天门是喷开，哦，半年过后他跟你讲，哦，现在转了，转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这个跟他封起来又开旁边，啊，有一些人呢，门还会斜一边的，有没有啊？歪掉的，他讲，嗯，这个现在要像这样，你跟不完的。 然后你看，为什么我们看风水哦，你看了一次，然后每一年都看呢？啊，你看了风水之后，你会发现到你开始看的时候，把它转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到，嗯，对哦，真的有效哎，生意好像好一点了呢。但是三个月、半年过后，咦，又打回原形了，怎么呢？因为一报随着。 正报转，正报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脉，我们的起心动念，我们没有改哦，所以我们身边的这一个虽然是这一个风水跟你弄来弄去了，啊摆到很美了，啊那维持着那几个月罢了，又给我们这一个心念全部破坏了，一报就是我们生活环境。 震爆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磁场的哦，啊，我们都会触波的哦，来感染、感化我们四周。哎，跟你讲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回去静静的注意看哦。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，你身边的人都暴躁的，嗯，哇，一一一弄起来就哇，就创了的，哎。 这个就是一爆随着正爆转，哎，你会感感染你四周的，啊，你是一个很很暴躁的人，你四周你的事情全部都很暴躁的，哎，如果你是一个很温顺很柔的，哇，你家里面每个人都柔柔的，很好的，哎，你到公司去也是好好的，哎，这个就是一爆随着正爆转，所以这个风水啊。 本来好的，他为什么顶不过半年，你就要请啦？你觉得好像没有效了，快点来，来风水师帮我再算。他来再算算算,算，又在改，又在变好了，好了又在打回原形。所以不彻底，不彻底。他是不是有存在？是有，因为一命二运三风水嘛，肯定有啊。但是就是。 给我们破坏，所以佛讲的更彻底，一切唯心造。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，我们改变，改变掉我们的这一些不好不善的，自然而然能够保住它永远啊！你不用请风水师，怎样摆地球怎么转都没有关系啊！所以有一句话说啊，啊，富人居福地啊。 福地福人居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、啊！啊，你看中国的四大名山哦，峨眉山、五台山、啊普陀山、啊这个九华山，每一座山的风水呀、啊，那风水师去去看，都是极佳的，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心嘛。 那住在里面的人的人心修行人，哎，修心的，哎，就不一样啦。啊，不好的也变好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搬屋子啊，什么不用看风水，只要我们真正好进去，它就会变好。如果他那一间再好，我们搬进去我们不好，这间久而久之，这一间家的风水也不好了。 哎，所以，足重在我们自己本身。哎，佛陀教我们的就是自己，所以佛陀的经典都叫内典。我们学佛，我们都是内学啊，内学，不要往外，啊，不要向外面的去求。所以啊，我们在我们学会啊，我们的这一个啊。 同学同修，哎，啊，就是要从自己自己本身一点一滴的慢慢开始。啊，我们人非圣贤，我们不是圣贤人，我们不是佛菩萨，我们有一大堆一摞摞的习气毛病。我们承认自己，我们现在我们还不是做莲花。 我们要来活动啊！我们还要他。g r a 如果你今天你讲说，我一弹指、啊，哇，他只是嗯，莲花就飘来坐来了，哦，那个你就不用来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所以啊，我常常跟我的同学啊开玩笑讲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问题的话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哦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现在今天我没有问题的话。 坐在我们的佛座上的不是阿弥陀佛，不是释迦牟尼佛，不是观音菩萨。你爬上去坐，你坐在上面给人家拜了。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问题，哎，就是还是有问题嘛。我们才爬不上去拜嘛，给人家拜嘛，哎，所以要记得承认自己的这个错误。所以我们必须一定要从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。 去提升啊？怎么学习？怎么提升呢？在我们没有佛、没有佛弟子的时代，我们必须一定要依靠经典。哎，一定要依靠这一些佛给我们传下来的教导啊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。 心藏听经闻法，啊，我们才有办法，哎，我们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来修，怎么来做，哎，不要自己想着就是对了，啊，告诉很坦白的告诉诸位，啊，我还没出家之前，其实有可能跟你们大家一样。 我的概念就是：我什么叫修行？就是做早晚课，就是拜佛，就是念经，这个就是修行。怎么知道？听了老和尚，啊，不是的，我那个不是修行，我啊，所以我再回去研究印度佛教史，啊，印度的。 这个释迦牟尼佛年代的时候的这一个啊佛教嘛，哎，对哦，那时候没有经典，像大家佛的学生哪里有的做早晚课？哪里有机会可以诵经？没有啊。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是人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呀、啊，佛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。 有没有佛像啊？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啊？这个佛像啊，有没有啊？博啦，他密门博，没有的，所以这一些佛像啊，是老和尚给我们讲、啊，都是表法的，都是提醒我们的。哎，所以墨雪很喜欢问大家一个问题的哦，当我们临命中往生的时候。 哪一尊阿弥陀佛会来接应我们？是我后面这一尊，还是掉在旁边的那一尊？一样吗？Different look 嘛，不一样嘛。所以是这尊，是这尊，还是前面这尊？是哪一尊呢？他们都是表法的啊！你看阿弥陀佛都呈现出不同不同的样子。 没有一样的一个啊,啊，啊，它不只是这三个哦。我现在在这边看到的有三种不同，嘿，啊，我去到哪里哪里，我都会比喻，这哪哪一尊来见你，哎，所以我们要搞懂啊，要搞明白啊，所以今天哎，给大家回去再思考，到底是哪一尊来？哎，如果。 不搞清楚哦，等下跟错就够厉害哦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哦，是哪一尊呢？啊，我们才可以去，才是去西方的嘞，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们老和尚讲啊，不要太多白凳，太多白凳，等下弄到我们自己不知道哪一个，那这就糟糕了，还、哎、真的是糟糕，哎，好，哎、呦，今天时间又到了。 啊，我们就暂时到这一边啊，给大家分享。我们留待明天啊，再继续给大家来讲解。好，向下文常复以来之，我们直接回向阿弥陀佛。